路口紧销拉起黄色封锁线，贴上告示提醒山友此处虎头蜂出没，请尽速通过。这也是新北市石门区一号下午3点多，一行八人来到青山瀑布步道，健走登山途中竟然惨遭蜂群攻击。有啊，我已经拉到啦，我已经要去北区，迄拢转啊。急救后，那个派人到场救援，并通知救护车分批载送伤患就医。八人急救后都没有生命危险。我们目前是先把步道拉紧是。 警示民众不要在误闯，以免遭蜂蛰。动保出稍晚，也派捕蜂达人到场搜索蜂窝所在位置。目前研判为黑尾虎头蜂才会群起攻击。而同样是蜂蛰意外，也发生在乌来内洞森林游乐区。中秋连续假期最后一天，亲友相约风景区践行，其中两名女子及9岁男童突然遭不明蜂种攻击，造成头部被捕蜇伤。警方立即派遣到现场处理，并在现场协助找寻那个蜂窝并拉起封锁线。 还有3人送医后都没有大碍，只是近来虎头蜂蜇人事件频传，甚至闹出人命。警消呼吁民众不小心误闯蜂巢警戒范围，切记不可挥舞赶蜂，最好动作放慢，安静离开，避免蜂群攻击，诱发严重过敏反应。记者王志文、陈冠宇，新北报道。 我是王一仲，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，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，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、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当然，更多的新闻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